现在我有一种感觉啊，我们要把这个下一波人呢、啊，有很大一波人哦，这个度过一个上升的一种感觉哦，一个心理的提升一种感觉，哎，有一点这种感觉有没有？这一群人呐、啊，跟另外一群人啊，要做一个融合啊、交换的一个心灵的一个过渡，度众生这种感觉，有一点那种感觉有没有？要把这很大的一群人呐、啊，一种心灵的转变的这个，哎，突然他又觉得没那么苦了，突然就觉得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好像我们要把这一整票的人呐、啊。变成那个哎，没那么苦的那种感觉，有一点这种感觉在那种，在好像在这种，在内心发酵的那样子哈，很大一个广大的群众哎，突然一个过渡哈，一个灵魂的过渡啊，